彼得爱本身按到沙琪妈妈开发展的梦想，突然变成沙琪发展一笔，又想跟先生之徒沙琪妈妈学水彩画。经过两张两年的学习过后，李沙琪开业时间点赞。总公司吴小琪表示，也拜此番开展，本沙琪的妈妈爆出的内心对师傅的敏感，每对一动作展现出自家的信心。提醒上的字头下，和画图的妈妈一笔一笔亲身摸，发出心肝头度画的用的。字头先生方怡婷讲，看到亚群妈妈对每拿画笔，都一下做得自家完成一部画，其实归感通。妈妈言讲，本来拿画笔比拿胶头还困难，不过画出一部画，做得跟大家向下展出，其实归欢喜。比胶头还难拿呢，你啊？我都有点看骨头，轻轻才来改，个人画出怎么的啦？我有螺丝的指头啊，你看，几通都方便咯。指头讲，我都适当用来挑，用来吐，用来画，记得哇？其实我都心情当欢喜，当欢喜啊，有个人记住哦，当幸福啊，当好大家都当欢喜。按个想讲，信心信上来教啊。他们从一开始规划，然后到后面慢慢的就是一步一步拿着笔，然后一直问我说：“哎，老师这怎么画？怎么画？”这样子。沙琪总干事吴淑琪讲，一个计划喺台南一个画家面前培养出十个人嘅素人画家，而家按你嘅理念带过来沙琪，希望搭帮按你嘅经验，帮沙琪妈妈言，做得透过画笔分享自家嘅生活故事。希望讲家都作画，画画来件事情呢，本来就阿妈哦，更加有嗰种做得分享自家生命故事嘅嗰种一种感触。吴秀琪讲，一百四十年前对生意是多二十二，希望透过沙琪妈妈的画笔，帮大家看到人对事情的观察，大帮发展，做得跟大家向下分享。客家新闻，龙塔桃园报道。